你们还不走吗？你们不走，那我走。啊！你还是不是妖族的一员？你，他真的走了。这一路过来，还从没见过这么奇怪的妖族。不，你怎么能走啊？你干掉他们啊！没有你，我可怎么赢啊？你这人怎么这么啰嗦？滚开！这大妖还怪好的嘞。等一下，怎么，你改变主意要投靠我们了？不，虽然你和其他妖族好像不太一样，但来都来了，不如和我打一场再走。有点意思，也行。那我只出一招，你若是能扛下来，算你厉害。写好了，神族的小子。这是，好可怕的招式，比其他大妖都可怕。厉害，不过还差了点。居然这么轻松就接住了，你是我见过最厉害的人类。刚才的那一招几乎没什么煞气，你难道没有残害过人族？笑话，我乃龙族，和其他那些走兽可不一样。这么说，你这妖是好妖？那你为什么来长城？兽王南下，我总得来看看局势。当然，我两边都不帮，这场战争和我没太大关系，谁输谁赢都无所谓。莫非这家伙的实力不比传说中的兽王差？不过难得见到实力如此强的人族小辈，你现在让我提起了打架的兴趣，但我又怕失手将你真的干掉。是吗？那正好，你不用怕，尽全力。哦，你不怕？因为你不尽全力，我很可能会干掉你。你要是这么说，我就有谱了。这是真龙吗？我还是第一次看见真龙。这是我的第二形态，帅不帅？真龙，没想到居然真的能看到。看招，神龙吼！四国将军的安景还是打起来了，这龙妖一定会干掉他。凌云盾，有意思，这条龙的吼叫竟然有如此威力。人类，如何？还能承受吗？也就那样吧，继续。神龙剑吼，给我顶住！逆风而上，逆风斩！好强的气息！安景，厉害！这人怪有意思的，越打越强，让我有点小兴奋了。你最好兴奋起来，因为接下来我恐怕也很难再留手了。那就来吧！好炙热的火焰，离得这么远都感觉到热浪难耐。烧死他！大妖一定能展现妖族的威能，这些人类轻轻松松就能解决。没想到吧？我是一条火焰龙，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作为一条龙，你话有点多，不知道反派死于话多吗？碎嘴子！我给你来个烧烤套餐。不就是火吗？我有的是办法。冰霜十二法。哈哈，没用的，我的火是真火，你的冰是反冰，你挡不住我。哟，看来你也不算浪得虚名，这条龙确实有些本事。不用你动手，我自己破除。与其被动防御，不如主动攻击。这，你的修为怎会如此高？怎么，这就扛不住了？再来一拳试试吗？等等，别过来呀、啊！偏要过来！嘿，我也有灵气护体，小子，我承认你很强，那就到此为止吧。到此为止？哼，要是我说不呢？如果你不停下，你就休怪我投降。